是 Nafi。啊，你们真的很烦，我就会收到很多私讯，大家一直告诉我到底要如何画出在部落巴西达最厉害的妆。在部落的巴西达呢，当然就是我们部落里面的一个奥斯卡的场合。除了奥斯卡的场合之外，你还是会遇到前男友吧？这个时候你要非常厉害，拿出你的绝招。至于拿出什么绝招呢？跟着 Navi 的脚步，绝对就知道了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首先，先上我们的妆前露，给它点点点，再来轻轻的涂抹均匀。接着就是我们的遮瑕时间露，黑眼圈、痘痘、胡子 out。紧接着粉底液也是给它点点点，轻轻的涂抹均匀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刷子啦。底妆的部分就暂时完成喽。接下来我们的 moon 一定要有气势，像脸都一样，可以砍草。Mada 的部分先打个深邃轮廓之后，再加上像打猎的头灯的亮度，大约500瓦。Dude 要以玉山为目标，可以挡台风。必定绝对要给他修饰，让连小稻谷猫猫都不会被发现。Beat beat 要夹到像云霄飞车轨道那样的弧度。捏捏，给他最大方一踩，这样就完成喽。